阮经天的感情世界一直受到关注。2015年和徐伟宁结束八年情后，就处于单身状态。中间一度爆出与李佳颖热恋，却已否认做回应。近日再度被媒体直击与21岁的宋祖儿密会，被猜测是有新恋情。阮经天、宋祖儿近期因合作电视剧而走近，两人深夜被拍到低调约会，男方手上还抱着一只狗，而狗被发现也曾出现在女方的社群网站上，引起热烈讨论。两人爆出密恋后，目前均未做出回应，但有网友指出两人身旁还有其他人通信，应该不是单独密会，更有人质疑是为新戏炒作。更赞娱乐整理报道。